姐好，我是 Helen， 我今年74岁。两年前我有血压高，胆固醇高，后来我就去看医生，吃了医生的药，我觉得我的胆固醇跟血压高还是高，我的胆固醇是在8点左右。后来我邻居我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巴西乌本，每天吃2粒，吃了3个月后，我再去验血，那时候我的胆固醇已经跌至4.5，我身体觉得比较硬，不疲倦了，免疫力比较好，病了。谢谢大家。